要再环岛一次吗？如果换电站好了，而且可以环到垦丁到东北角的时候，我们再去吧。等到明年看看有没有机会。两三周年的时候再去。三周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湾制造，我是队长君杰，我又是那个搞怪的超人，我是蔡杰瑞，我们好久没有聚会了，哇，真的超想大家的哎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干嘛？今天是两周年的一个纪念，我的周年哦，今天两周年了，我们还可以撑那么久，可以啦，这不容易，我们吃什么？今天吃粥好小的小豪粥沙茶炉，你来过吗？有在那个中正路那边，我有去过。那个巷口是那个仕途老板，这一家中山店是第二家给观光客吃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去吃小豪粥吧。Let's go。嗨，手牵手啊！我们手牵手，然后他紧张。哎、哇，好闪！墨镜戴起来，墨镜戴起来。我就跟他确定中山店了，他就查那个就好了，干嘛要问？这个是很吗？我刚刚来竟然说没有这个人，没有定位啊，没有定位，要定位，哦，我们怕送。哦，刚一楼看见。欢迎，这里是三楼。三楼，这里是三楼。我现在有三楼喽，三楼了，生意越来越好了，有三楼了。一次飙到最高啊！走到脚都酸了。走到那一次都掉下来，那就是松了啊。都是有运动。那个，如果你要知道为什么，请找 GMP， 我就告诉你。Give me power。几位呢？四位。三加一吗？这一桌好吧。后面这边有套餐，好，1050适合3到4位的，有分猪肉跟牛肉。小单点的话就是两种选项，哦，是。那锅底的话有猪肉，还有这个基本的马铃菜跟肉盘这样，其他东西还另外点。好，谢谢。再上，吃菜吃肉，牛还是猪？有吃。这边建议吃猪。好，那就吃猪，听老饕的。是老饕的。嗯。我们测试。哎、欸，你们的衣服跟他的很像哎、欸。要试试就可以下，我们进去直接拿菜了。小豪粥吃过吗？我没有吃过。吃过这间，感觉很好吃。人比较多，爬的楼层比较高。对。吃饭前先运动吧。他说做到了，有在下面那个。他妈是预测不一点，那你是真的爬在那个台阶？鱼肉鱼浆，然后用手工剁的那种。在滚呢。我们今天其实都是水煮。火锅可以，可以了，你不要麻辣就行。OK， 今天呢，11月8号是台湾农民历的立冬，所以今天呢，大家都要去吃姜母鸭 ，Let's go。今天是台湾的立冬，所以超多人想要来吃姜母鸭的。可是台南今天不是很冷，不过立冬嘛，大家来吃补一补。那这么多人要排多久呢？有朋友来就不用排。神经病。
定都会有一些。这么专业，他超专业的。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再次。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再次。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是呀。那个吃姜母鸭就是要吃面线。你到我里面汤面啊，就这样。也面线算头。这就人了，这家人。五点多就很多人。哈。五点多就很多人。五点多就来了。没有啊，五点多到，我们五点也是五到嘛，差不多了。然后姜母鸭一定要加它的特别的 sauce， 把那筷子弄掉以后会有人请你吃饭，我们已经有了，会有人请我吃饭、啊、还有它的辣椒它的丸子都是生熟的。那这一家最厉害的是因为它是用炭火去煮的，吃光光，你要拍他吗？那个他们两个的最爱。你帮他戴安全帽。哎，真的吗？安全帽，我小宝宝安全帽。不是，我说他，我说他要戴安全帽怕被撞。不是。这几趴？真的，满载而归。OK， 拜拜。这两个吃完还外带两大包。拜拜。看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拜拜。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是呀。台湾制造队，我是队长君杰，我是上次的超人，这次是圣诞老公公，我是熊猫的 Jerry， 是台湾制造，我是队长君杰，我是超人，我是蔡杰瑞，我们今天干嘛？环岛，上周698的老板非常的好，来，你来收起个腿嘞，可以去洗洗，阿神友，你不要信狗嘞。大家都疯了，大家都疯掉了。后面那个是龟山岛，这么多人帮他用大牌，看一下角度这样子，站太低了啊！你喜欢 D 还是喜欢 F 的？他只是说 D 吗？他喜欢 F 的。哦，好吧。遇到好朋友了，他说。他说喜欢高潮，没有低潮了。我很嫩嫩啊！欸、你我一直扶着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没办法了。
金鳌，金鳌，金鳌。你要这样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湾制造。你厉害，你喊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台湾制造。我是队长君杰。我又是那个搞坏的超人。我是蔡杰瑞。我们好。